香港嘅空气越嚟越邋遢，污染指数99年创新高，能见度不断下降，空气里面含致癌嘅悬浮粒子比东京、纽约同伦敦严重。铜锣湾交通繁忙，空气污染全城之最，车辆废气是罪魁祸首。全港汽车数目今日已经高达574000多部，用柴油的仍然占1/4。铜锣湾乌烟瘴气和缺乏城市规划有很大关系。以前起的城市方面都冇乜城市設計，喺一個好細嘅地區性嘅範圍裏面咧，街道窄，同埋啲樓高。但而家起啲樓咧，好多時候就有下低有商場啊咁，咁商場商場基本連埋曬，就變咗成塊牆咁樣，變咗咧對於喺嗰埲牆後面嗰啲街道嚟講咧，嗰、那個空氣擴散一個就有好大嘅問題嚟嘅。在香港吹东北风的情况下，北角还有筲箕湾这一带城区的污染物也会被输送到铜锣湾一带，同时也发现在维多利亚港湾行驶的船只排放的污染物也被输送到香港岛的北面。香港的船只多数用工业柴油，排出的污染物含有悬浮微粒、氮氧化物同埋二氧化硫，船只用嘅柴油含硫量甚至比货柜车用嘅柴油高出10倍。东涌去年12月30日录到创新高嘅161污染指数，仲高过铜锣湾接近50度，而且短短4个月已经有5日达到警戒线水平，证明连远离市区中心的新市镇空气质素亦受严重破坏。科技大学大气研究组4年前开始在大屿山一带抽取空气样本，发现东涌的空气含大量柴油成分，香港全年有超过1/3时间出现海陆风现象。他们认为这个现象是造成东涌以至全港空气污染的主因。香港大部分的时间是吹东风，有超过1/3的时间是微弱的东风。当每一天太阳出了来之后，地面就受热，热的空气就会向上升。在市区上面它又可以带埋比较污染的空气向上升上去。当周围冇乜风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又会形成一个环流，喺海里边嘅空气咧就系向下沉翻落嚟，海里边嘅空气咧相对系比较冻嘅，然后再流翻入嚟香港嗰度，填补咗上升气流剩翻嗰个位。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喺香港东边系吹东风，喺西边就吹西风，汇聚嘅地方咧就唔系喺正市区，而系喺香港嘅比较西嘅地方。呢个海陆风的确系可以将一啲我哋以为已经吹咗去出边嘅污染物带翻翻嚟。以前空气清新好多，而家污浊好多咯。感觉嗰啲味道系臭啲油味咯，又压嘴咯，共鼻咯，眼都流眼水噶。嗰边一路以前就啲空气好好噶，而家咧赤立角嗰边咧就空气或者呢个航机啊或者机场啊产生嗰啲废气啊各方面废气咧
就受到或者啲風啊吹咗嚟咧，佢完全屈曬喺我哋東涌呢一個區域。飛機引擎排放嘅廢氣成分同汽車差不多，飛機由等候起飛到起飛同埋著陸嘅時候都排放出大量廢氣，於是機場越繁忙，東涌嘅空氣就越污染。从东涌的这个情况来说，它也具有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属于一个山坳，比较高山，而且在这一地区吹西北风的机会比较大，西北风自然会把机场的污染物带到东涌，而且由于东涌这个地形的影响，污染物被困在这个地方，形成了高的浓度。由东涌向西北方向望过去，近嘅系机场，远少少嘅系中电烧煤发电嘅青山电厂。城市大学利用电脑数值模拟去研究东涌嘅空气质素，发现东涌除咗俾机场废气破坏，仲受呢间发电厂威胁。在一個比較弱的北風的情況之下，或者是東北偏北風的時候，發電廠屯門這附近，你可以看到隨著這個北風呢，就會 是將那個污染物呢，就慢慢呢，就會由這個屯門這裡一路擴散到大嶼山、東涌、大嶼山的北部，一路沿著這個岸邊一路吹到去青衣、荃灣這個這樣的地區。環保署代中電和港燈解釋說，即使呢兩間都係燒煤發電，但係已經加裝咗改善裝置，使排出嘅污染物不致超出安全標準。根據環保署資料，過去八年，本港電廠、車輛、工廠等排放嘅二氧化硫同氮氧化物，雖然總量已經由357,000噸減咗近一半，但係呢兩種污染物在香港空氣的濃度並沒有顯著減少，在新市鎮還有增無減。這個問題呢，就不 是, 呢、就是我們單方面呢只是說管制我們的汽車、管制我們的工業、就可以完全解決得到。所以現在我們其實我們已經跟廣東省他們早在3年前呢已經開始是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都意識到呢那個地區性的空氣污染呢，是幾年前都見到咧，可能係會有惡化嘅跡象啊咁樣。咁當然呢幾年係比較明顯添咧，係咪？呢一幅係一啲人造衛星嘅圖片，咁裏邊咧。惠州舊年年尾發生山火，惠州距離香港100公里，但係山火嘅污濁空氣竟然跨境污染香港。咁呢一個紅色嘅地方咧，紅色或者有顏色呢度咧，就係、是、我哋喺衛星相片裏面睇到係似乎有好多煙嘅源頭嘅一個位置。啱啱嗰日嘅風咧，就係、是、吹緊呢個東北風，就係呢啲產生出嚟嘅源頭粒子咧，就吹咗落嚟香港或者珠江三角洲呢個方向。香港嘅東同東北方向咧，就有啲山脈，佢亦都係引導咗呢一啲氣流係喺香港嘅比較西邊嚟，令到佢哋影響到呢個元朗同埋呢個大嶼山、東涌呢啲咁嘅位置。呢個發現顯示，珠江三角洲嘅發電廠同工業，亦足以令香港嘅空氣污染加劇。增城市先村镇距离香港只有78公里，30多间中小型水泥厂林立，全盛期仲有成100多间。你而家睇个环境，一啲都未有任何好似好转嘅迹象。黑色嘅系好多啲灰尘微粒啦，啲黄色嘅咧就系啲酸性气体啦，二氧化硫或者系氮氧化物啦。移到水分以後就變成啲酸霧啦，仲有好多其實白色嗰啲嘢都含有好多嗰啲有害氣體成分喺度嘅。10年前仲係可以耕種嘅農田啦，但係咧經過10年而家
即根本就冇任何嘅農作物可以繼續生存喺度。廣東省政府都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咧三番五次要求佢關閉啲水泥廠，但係咧經過咁多年努力咧，雖然講係100多間廠，而家剩低30多間廠，但係30多間廠仲係排放嘅污染係非常之嚴重嘅。珠江三角洲二氧化硫排放量一年高達50萬噸，是香港的6倍幾。那裡的水泥廠和發電廠都是排放這種污染空氣的物質主要來源。珠江三角洲大型的燒煤電廠有6座，絕大部分都沒有裝上除硫裝置。距離香港只有44公里的東莞沙角電廠是目前全中國最大的燒煤發電廠，曾經被東莞環保部門點名指責它造成城區酸雨。煙囱越高它就會減輕到這個當地的影響，但是就會將污染物擴散到其他地方。如果是吹西北風，風力呢又不是很強壯，將其空氣呢可以吹得很散的時候呢，一個微風的情形呢對香港是會有一定的影響的。特首一再表示着重环境保护，政府有关部门随即开始计划在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发展无烟市镇，只靠铁路和地下行车道去减低路面的废气。一方面政府说在这个地方会起一个环保新市镇，依赖这个铁路，即是新的西北岸线，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又在这个新市镇的四周起很多好大流量的道路交通網絡，比如10號幹線啦、後海灣幹線啦、港深跨海通道啦，都是在這個洪水橋周圍。那這些空氣污染其實是根本沒有辦法限制到，你即使不是這個新市鎮的中心產生，但在四周圍產生，其實是完全隨著這個氣流流入到這個所謂環保新市鎮。政府一方面計劃興建無煙新市鎮，但是另一方面又准备动用130億公帑去起4個焚化炉来处理家居垃圾、动物尸体和污水厂淤泥。焚化炉1991年开始因为污染空气而受到淘汰，但是刚踏入2000年，政府竟然又将焚化炉搬翻出来作为其中一项环保工程。香港60年代开始采用焚化炉处理垃圾，先后起了3個，后来因为废气太滋扰附近居民而要取缔，最后一个亦在1997年关闭。环保署曾经由当时那3個焚化炉的烟囱抽空气样本化验，发觉葵涌焚化炉喷出的烟含有致癌物质二恶英，浓度高过目前欧盟的指令24至73倍。令人费解的是1996年当葵涌焚化炉关闭在即，政府聘用的顾问公司竟然又再建议香港重用焚化炉。焚化设施最有效的地方呢，就是可以将废物的体积是大量地缩减的。咁基本上可以，如果係一啲燃燒可以燃燒嘅廢物啦，佢個體積可以跌到去剩翻得10% 嘅啫。咁樣咁做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堆填區嘅壽命咧係可以增長。我哋係知道，當你燃燒一啲廢物嘅時候，無論點樣好嘅科技都啦，都會有一小部分嘅所謂有害嘅物質排放出嚟。但係問題在咧我哋係要用一些辦法將這個有害物質的數量減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算我哋燃燒係塑膠，雖然冇錯喺燃燒過程裏面會有已經產生出嚟，但係經過嗰個空氣清洗啊，同埋我哋活性炭嘅作用之外咧，就可以將大部分嘅藥英咧係捉咗出嚟，唔會係排放出去大氣嗰度。When you build incinerators, you're advertising to the world that you weren't clever enough, either technically or politically, to recover your discarded resources. What can we do for paper? 美國一名化學教授 Paul Connett 先後去過43個國家，反對當地人採用焚化爐燒垃圾。今次應環保組織邀請來港。They told us in the 80s.That the incinerators that were built in the 70s were bad, and the new ones in the 80s were going to be okay. It turned out that the new incinerators in the 80s were far worse than the incinerators in the 70s because they put on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s where the dioxin was formed. In some cases, several hundred times more dioxin was coming out of that air pollution control than was going in. So in the 90s, they told us, oh, not to worry, those were the old incinerators in the 80s. And so the story goes on. Basically, what we're looking at.Is an ongoing experi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public. 政府目前计划兴建嗰两座大型家居垃圾焚化炉，每日可以烧6000吨垃圾，但系排出嘅废气一日就有6000万立方米，污染物含有致癌物质而恶英。We know that chemicals like dioxin interfere with hormonal signals, interfere with fetal development.Mother stores these dioxins in her fat for 20 years, and she has a baby. And then a lot of that dioxin in her fat goes to the newborn baby. 凡係燒啲固體嘅廢物咧，可以將嗰個入邊啲分子啊重新組合啊咁啊出嚟嘅，可能有好多啲中間嘅產品㗎啦。咁啲中間產品就包括咗啲有機嘅物質啊，或者焚化時你將嗰啲金屬可能亦都係再釋放出嚟，咁變咗係可能有啲重金屬，包括咗啲。鉛啊、水銀啊都有可能。好多先進國家而家仍然用緊焚化爐去解決垃圾問題，日本係其中之一。日本同香港一樣，喺60年代開始用焚化爐，目前仍然係處理緊80%家居垃圾同埋部分工業廢料。焚化爐數目全球之冠，日本燒垃圾燒咗40年。1998年先至有法例管制致癌物质而恶应由烟通排出嘅浓度。I was in Japan in June of 1999, and I was absolutely shocked by what I saw there. The number one dioxin country in the world. If you find that you've already got unacceptable levels of dioxin in mother's breast milk, then without question you should not.Build more incinerators, which are a known source of dioxin. People are trying to find food. 專家認為，香港政府喺決定重用焚化爐處理垃圾之前，應該先做測試，計算香港人積存體內嘅二惡英濃度有幾高。而環保署就強調，目前有關垃圾焚化嘅研究仍然喺環境評估同選址階段。邊度起焚化爐最適合呢？政府屬意屯門龍鼓灘。咁咧，我就希望政府咧唔好將話所有嘅最污染嘅嘢就擺曬入我哋龍鼓灘，例如啦嚇，發電廠啦，水泥廠啦，垃圾堆填區啦，咁啊呢啲全部都係我哋最唔中意啦。我哋想問問。政府的環保署是不是真的環保的？我覺得它不是環保的，將啲不環保的東西就我到這樣。如果環保署覺得他們將要起那個垃圾焚化爐是這麼先進，那為什麼要選龍鼓灘來起？如果真的這麼先進，這麼沒有污染的話，香港度度地方都可以起得了。城市規劃標準指引對於會造成污染的設施有這樣的規定，选址选在香港西面或西南面对环境较有保护。焚化设施应该尽可能就在香港的西边。
咁主要原因咧就係話香港有一個比較上長啲嘅時間嘅風向咧，出係吹東北風嘅。咁如果睇翻張地圖嘅時候，如果係吹東北風嘅時候咧，係只有喺西邊嘅地方咧，啲風向咁吹嘅時候咧，就將呢啲所謂廢氣咧吹去一啲比較上少人嘅地方，或者向海度吹嘅。在目前 EPD 提供的數據看來，藤門和雲朗地區空氣質量比較差，在這一地區建造這麼大的風化爐，可能對這一地區的空氣質量是雪上加霜。And that stack is going to be very high, and it's the air emissions when the wind is blowing correctly will hit the huge high-rise, these 30-story buildings over the hills. And if the wind is blow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it's going to go to the mainland, where guess what? You get your food from. 環境保護是特首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當政府加強環保宣傳、加強環保教育的同時，又計劃開倒車、重用焚化爐燒垃圾，使已經相當污染的空氣進一步惡化。專家說，我們一手造成的惡果難免禍延下一代。政府叫你走你就走，搬你就搬，啲焚化爐都冇計㗎，你政府起的，你有你跑掉。咁你冇計㗎，你政府大嘛，有 money 㗎嘛，我哋冇 money 㗎嘛，我哋把口唔夠力㗎嘛。照你咁講咧，嗰個爐燒出嚟嗰啲煙，咁咪成個香港都唔掂，一定唔能夠俾佢哋起到呢個垃圾焚化爐。